而已哦。帅哥理事长，谢明武理事长莅临会场，感谢理事长，感谢理事长，非常感谢理事长。理事长，上台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哈，感谢感谢各位来宾，感谢副局长，感谢感谢感谢张金才里长、钟前芳里长，还有徐太江、李银义委员的秘书，非常感谢。来，谢明武理事长。来，掌声欢迎农夫爷谢明宏理事长莅临会场，拥抱一下，谢谢啊，理事长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本夜最佳的主持人也是我最敬爱的长辈哈，啊，他然后哈，啊，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，有两位立委哈，立委大，还有我们的前立委郑宝清哈，还有我们国家事务局的副局长哈，大家共同掌声，他然后。还有里长张里长哈，你们今天要本天土地八公哈，八公三哈，安老的安老安老的心中哈，安诚意，老八公祈福哈，我们有太阳嘛，平安太丰收太顺畅哈，阿老太太农民做理事长，他有那个需要的帮忙的地方哈，他敢入不是他的。都亲爱的，做做地方哈，那我们一人造就空间哈，我们努力哈，帮忙哈，我们太阳哈。政府他们损失的，那两天呐吼，那风俗吼，地吼，那什么好好的改善，哦，他个感谢他个什么他个，啊，今天有些事情还蛮多，还是排在身体哈，要祝福他个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理事长，祈求我们农民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感谢理事长，谢谢理事长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我们各位老师。就请开始了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感谢